看来你这个人真的不靠谱。姐姐，姐姐，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姐姐，我不是一个月没来了吗？然后就是我给你提了单，一个月，你还知道你一个月没来呀？哎，你跟我前男友有什么区别呢？有区别啊，我这是公司出了点事情，然后出了多大的事吗？处理好了没有啊？嗯，已经处理好了。姐姐，这么热的天，这么热的天，要不我们就回去吧。我这一个月没来，想吃你做的饭。在这个吧，这么热的天，给你吃一个这个。就一个吗？唯一的一个了，你嫌傻吗？不是，我是想，你是把唯一一个都留给我了。你先尝一下好不好吃呗？啊，行。尝一下甜不甜？这自己教你的。挺甜的，还有吗？有啊，山上还有啊。行，哪天我们去摘一下。你吃那么快干嘛？有一点饿了。那走吧，回家吧。嗯，行吧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又怎么了嘛？休息一会儿嘛。休息，回家再休息嘛。这么晒，你喝点水嘛，走这么久。喝水。渴不渴？来嘛，喝点水，来嘛。你喝呗。我不要，你喝嘛。好不好喝？好不好？你喝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就是白瓶白水，有什么好不好？来，姐姐，我给你带了根米，你看一下。不是让你不要带东西了吗？啊。不是说叫你别带了吗？每次来都带这样带那样的。这个米，是我朋友送的，然后挺好吃的，不是买的，对，送的。这也是送的，那也是送的，衣服到处什么都是送的。这不是我关系好吗？就是朋友认识挺多的，他们早就送我。啊，家里放着也是放着，是吧？我就给你拿过来了。你以为我很姐姐很傻吗？嗯。这个用了多少钱？姐姐，你不用给我钱，我不要。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样子多少钱。嗯，给你。等会儿，不要。你等，确定要不要？不要。别，以后别来了。那我以后还是来吗？怎么？又来别带东西了。走了。嗯，行。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姐姐。干嘛嘛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先走了，你走吧，我先回去啊，公司还有点事情。刚刚还说话了，现在医院走了，你什么意思嘛？看来你这个人真的不靠谱。